活孽！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，连萧哥的女人也敢碰！爹，给我废了他！我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你干嘛呢？想跑啊？没有啊。老板把我睡乏了就想跑，不想负责了。拜托，这种事情是您吃亏。今天晚上可是很难想的，你想看流星雨吗？不要！萧默，今年28岁，特种兵退伍后又加入雇佣兵，回国后阴差阳错成了林董的特别助理，从此他的人生有了新的目标。对于世界而言，你是一个人；对于某个人，你是他的整个世界。林岩，我喜欢你，我想做你的男人，保护你。